现在社会的环保意识是越来越强烈，也希望可以尽量减少使用塑胶。为此，吉吉镇广平社区特别开办用槟榔叶烧来制作花器以及实用器具等的课程。啊，我们今天哈是来上一个槟榔叶的容器，啊，我们在地槟榔叶的那个掉下来叶子哈，可以做很多的容器，还有就是做成花器，啊，这些东西哈就是可以美化。还有食用，槟榔叶就是在地很多嘛，啊，因为环保意识比较抬头，啊，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周边自然的素材来做一些东西。广平社区发展协会常务理事林丽娟表示，社区内有许多种植槟榔，因此突发奇想，利用槟榔叶来制作容器，一方面环保，另一方面也可以就地取材。啊，今天我们终于有拿到这个计划哈，啊，做了这个槟榔叶，有做它那个很多很多项目哈，就是比如说那个折成的这个花器，哈，还有它的那个一个盘子哈，啊，那我们再接再厉还是想说把它以后能够做成环保。盘子哈，好玩宝贝之类的，哦，上个课程都有做这种构想。新议员陈淑慧肯定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除了能够废物再利用外，也能够响应环保。咱公民社区就在咱因为理事长的领导啊，捡到啊，这个落来这个青叶叶啊，不能叶啊来。结合到吼，咱的这个竹啊吼，啊来个做一个容器，会当来带着做一个物件，啊，这也使讲是废弃物再一次的一个发挥，手巧的一个再利用。所以再一次感谢到咱尤理事长，会当领导到咱公民社区这的里面，会当投入到啊这个创作。不起眼的槟榔叶，透过社区居民的巧手，成了装东西的容器。不论是装花或者是装东西，都相当方便。陈议员感谢社区的用心，让不起眼的槟榔叶能够环保再利用。记者邱品义积极采访报道。